惊喜。什么喜？什么喜？有什么惊喜？告诉我，快点。喜气洋洋，羊年已过，鼠年大吉，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平安幸福，节节高升。不对呀、啊。福娃报喜，明星送喜，皆大欢喜，喜上加喜。上加喜，皆大欢喜的新春盛宴。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今天到场的非常帮帮团各位嘉宾成员。我们欢迎教育专家卢琴，青年歌唱家刘和刚，欢迎音乐人包虎尔茶，欢迎歌手王小一。小福娃要跟大家分享他们的喜事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掌声欢迎第一个福娃闪亮登场。西元今年九岁了，来自辽宁沈阳，是一个正宗的东北人。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杠杠的，赚钱嗷嗷的，心情谁俩好，日子过得快乐去了。要有机会来俺沈阳那嘎达做客，我肯定得请你吃糖葫芦啊、酸菜炖粉条子、铁棍子大鹅，随便点，让你感受一下咱东北人的热情。你东北那嘎达来的这小福娃，你不得上来先给大家整上一段咱东北人拿手的呀？那肯定的呀、嗯、我给大家来一段东北二人转、哎、那能不能请我的东北老乡刘和刚叔叔上来给我整一段啊？二人转嘛，得两个人才能转起来哈，要不要？我说的你随便点，你要配合好了行不？说啥我都没记住啊，都有啥菜刚才说的？糖葫芦、酸菜炖粉条子、铁锅炖大鹅、停，随便点。行，我够。铁锅炖大鹅。对，上来就整这么硬的菜呀、啊？这我最喜欢的菜了。先别想着那吃，点好了才能给你。啊，是这个意思。那太简单了。走起不？走起吗？走起。不是你这过年了，也不给爷磕个头啊？我姑爷长得俊呐，我的女儿赛天仙呐。说你呢，女儿赛天仙。咱
带来，提臀，抬头，表情，笑。你这也就59分吧？我不是不。59分什么意思？就没及格呗？对，没及格。你说他那一分就及格了呀？大哥就吃不上了。我发现这老乡啊，这叫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根本就不是，他是老乡见老乡背后给一枪。我上来之后就一直小嘴叭叭叭的，这家你给我说的，我平时挺厉害的，这家让你把我整的啥也不是了，我媳妇儿、闺女、儿子都在，你给我打回家过年去，这没法弄了，再见，不玩了。我们富八说了，后边再给你个机会。对，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呢。有，还能吃大鹅。时刻准备着。行了，那咱俩接着唠呗。可以啊，再唠10块钱的来。再唠10块钱了。那个刚才是说到咱这个东北人得来拿手那转手绢，我觉得你真挺厉害的，把钢叔都拍到啥的了啊。那个什么喜事儿啊？哎呀，我家可摊上大喜事了。什么大喜事儿？妈给我整个弟弟。昨天你说这是不是大喜事？妈妈给你整了个小弟弟哈。哎呀，我天哪，3个月。哎呦，笑起来可招稀罕了，胖乎乎的。我们原来家里7口人，现在又加一个小崽8口人了。你说说，就是那个你们家过年的时候都怎么过啊？大年30一早上哈，我和我妈就开始贴窗花，我爸和我姥爷开始贴春联。哦，个高的贴春联。哎，对。然后我四太姥爷呢，他就是没什么别的爱好，就爱搁屋里看电视。正好那大年三十那节目好。对，我姥是咱家大叔，年份都是他做的，可好吃了，就那一大桌子呀，想起来就美。必须一道大菜，广东姐你知道是什么吗？什么呀？是大猪蹄子。因为妈妈说吃这玩意儿哈，来年能往上够一够，往上挠一挠，更上一层楼的意思。可以，还挺有讲究的。对呀、啊。到了12点我就兴奋了，因为我们要去放鞭炮。嗯。放完烟花回来就开始吃那香喷喷的那饺子，哎呀，各种馅儿都有。吃完饺子才是今年的重头戏呢，因为我要给大家拜年了。拜完年我就有红包了，哎呀，这红包拿手里哈，我今年可算是过踏实。您说起他们家怎么过年，我觉得你这个话像机关枪似的，哒哒哒的。那说的是用你们家乡话讲，那贼拉快哈。那说这么多话，其实我一阵都没怎么记住，怎么回事？啊？哎呀，那我就得考考我的东北老乡刘和刚叔叔了，机会来了。啊哈！机会来了，刚叔。对呀。看你认没认真听，哦，机会在这儿呢，是吧？认识呢，就在这儿呢。记住了，铁锅靠大鹅吗？那七来了啊！啊，那这算是一小时。谁和谁贴窗花？谁和谁贴春联？谁和谁贴窗花？他跟他妈。他跟他妈。哎，贴窗花。然后他爸。你跟你。我知道了，就是你跟你妈贴，你跟你妈贴窗帘，贴窗帘，不是贴窗花。完了，你爸跟你爸的岳父贴那个春帘，对吧？啊，那对了对了，还有下一题呢啊！不是，这个是祖奶奶提示的，是吧？我得帮他呀，他有鹅也分我点儿。再来一题，哦，还来一题哈，这个简单了啊。Lady Go， 你们一起守卫到12点都要干什么？放鞭炮。放鞭炮。还有呢？压岁钱。哎，对，这对了。还有一个呢？还有放完鞭炮干啥？放鞭炮领压岁钱，领压岁钱睡觉。啊？吃饺子，吃饺子。对，还有还得吃饺子呢。这题算你对一半吧。最后一道题啊，那比刚才厉害啊。Lady Go， 我们每年吃的一道大菜是什么？猪蹄子。哎，对，我就看你往上挠吧，非得往上挠一挠是吧？好
好像就最后一道题，刚说是完全答对了，完全正确，就是往上挠一挠那个。其他那都得是奶奶得的分。对呀，全是卢奶奶得的。你说，来，卢老师，祝贺你吃到了铁锅靠大哥。我闻闻就行了。没事，我带两份。再给我演个节目行不？表演好了，你还能得着奖励。真的假的？哎，对，你不如就来一个明星送喜，演个节目。算了，关老师，我发现啊，我这个老乡人长得很漂亮，小话说的也很溜，我跟你瞅着也很善良，但是其实坑挖的越来越深，我不往下跳了。接下来啊，我这个明星送福我不送了，我请包叔来给大家送个福，怎么样？可是你自己放弃的啊！对呢，你给我挖那个坑，我还能爬上来。一会儿他掉那坑里，他爬都爬不上来。你再给你在这蹲着吧。我跟你讲，我第一我不怕忽悠，你知道。第二一个，你说这么可爱的姑娘被忽悠了能咋的？因为你们东北人啊，这个春节的时候啊，离不开酒，对不对？那我们草原上的蒙古族呢，春节的时候呢，也是无酒不欢的。哎，那我就给大家送上一曲祝酒歌，在新的一年里，祝大家鼠年吉祥、幸福、平安。好啊！金杯里斟满了春。乡里美酒，在罗日外东飞，朋友们呐、啊，欢聚一堂，共同干一杯。在罗日外东飞，阿森哟那混蛋蛋，阿萨罗那塞，在罗日外东飞。小朋友这么一介绍，我都能想象得出来，就过大年的时候你们家那叫一个热闹，再加上你这么一个开心果，加上小宝贝儿那个小弟弟哈，可喜庆了。
哎，我记得刚才你们家的家庭成员当中年纪最长的长辈应该叫四太老爷是吧？对。这四太老爷怎么是在你们家过年跟你们家一起生活吗？嗯，对，因为四太老爷他年轻的时候是工程师，嗯，然后呢他就一辈子都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他曾经资助过我妈妈上大学读研究生，然后呢他老了自己也照顾好自己，妈妈就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然后跟家里一合计就把四太老爷接到咱家来住了，已经生活了两年了，我们成为了幸福的一家人。嗯，真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哈。那家里这么多口人，你觉得谁照顾四太老爷更多一点呢？我们都照顾，都照顾。对，姥姥是负责给太姥爷他做饭，嗯，因为太姥爷吧，他血压高，他吃不了盐，姥姥呢就会特别特别注意，给太姥爷那份饭少放盐。然后就是太姥爷如果想出去遛弯、洗澡、理发，这都是爸爸和姥爷带着他去的。哎，那我想知道这个四太姥爷在家里面更喜欢做什么事？四太老爷在咱家可是德高望重了，我们家最重要的大门都是由他掌管，每天晚上哈，他都会说一句，哎，大家人回来呗，我们都从那个房间里探出头来说，哎，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也回来了，等我们家这八口人都到齐了之后，他才能安心的把门锁上，然后踏踏实实的睡一个好觉。是不是挺有仪式感的？对，就跟宿舍看门那老大爷似的，天天晚上都点名。哎，我真觉得其实这件事儿在太姥爷心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这个家里面被需要着，所以他才觉得会更健康，活得更硬朗，是吧？所以特别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把最好的状态不仅仅表现给太姥爷，表现给所有的家人，也表现给所有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好不好？好，马上我们就进入下面这个特别重要的表演环节了，那就是小不点儿大能耐。
我喜欢这个小姑娘，喜欢她的笑容，喜欢她的歌声，我更喜欢你的家庭，因为在你的家庭里有温暖，而且懂感恩，充满着阳光。爱心气球送给你，谢谢，送给你的家人，祝你们全家春节快乐，永远幸福，万事如意。谢谢刚叔。好了，宝贝，收集你的爱心气球吧。如果您家的宝贝也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您可以把他的文字介绍以及视频表演内容发送到我们节目下方正在显示的栏目主播名邮箱，期待您家的小不点可以早一天登上我们的舞台，展现风采。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个福娃登场。今年8岁了，来自陕西西安，旁边的是我爸，我家开了一个包子铺，希望大家新的一年生活红红火火，长得像我们家包子一样白白胖胖，日子过得蒸蒸日上。谢谢谢谢。哎呀，长得像包子一样白白胖胖，哎呀，这包子看上去就那么香。那个，别着急哈，我们先分享一下我们小伙子的喜事，好不好？自从我擀包子皮的视频被人传到了网上，我们家店就火了。今年生意比去年好得多，有时候一天能卖1300-400个包子。不是，你说你才刚8岁。嗯，你会擀包子皮儿？这一屉包子皮都是我擀的，然后爸爸包的。真的？真的。我替他刚叔问一下，能请大家尝一下吗？可以可以，来。我拿一个哈。只要不提铁锅靠大鹅的事儿，随便。是。热的。哇，还热的呢。真的？要不然都要当主持人呢，今天我准备烟和月啊。好，谢谢阿姨。您吃了会越长越漂亮。王叔叔，您吃了会比刘文高叔叔长得更帅。更帅哈。这话说的哈，你说这孩子哎怎么这么可爱，说这话怎么这么耐听。我光顾着吃包子了，我觉得还是得研究研究这小孩说他自己擀包包子皮这事儿哈。对，没错，我咋不信呢？是吧？有没有什么这个视频呢、或者什么记录，这真的让我们大家看到你会擀包子皮的？有，是吧？那我们赶紧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哈。还真会擀啊。别说，这技术动作很娴熟，哎，挺棒的。你这擀的还挺快嘛，几秒钟能擀一个皮？我精神好的话，差不多3秒一个；精神累的话，4-5秒一个。好家伙，照你这速度的话，就是1小时就是能擀。擀200来个，1个小时200来个，5个小时就上千个了哈。哎。我就在想，你都说自己在网上火了，会不会就是后来有好多人到你们家那店，就是表面上是去买包子，实际上他们是想看看你去。对，真的吗？好多人冲着我擀包子皮个事来，店里生意一下子就火起来了。还真是托儿子的福，是吧？如果说我们这所有人，这个4位嘉宾老师全上场，包括爸爸。大家一起包包子，你一个人供皮儿，你觉得你能供得上吗？供的，供得上呀。咱们这个口说无凭，咱们现场检验一下，行不行？行，我们可准备道具了。行吗？行。那我们现在就把道具请上来喽。好，请我们工作人员上道具。春特辑福娃报喜，在我们非常6+1小不点大能耐的舞台上，马上就将展开一场包包子大赛，各就各位，100秒倒计时，现在开始。
分钟。包叔怎么还在往下摔的呀？抓紧时间哈，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先从这个，就这辈子从来没有包过包子的包叔这儿，咱们看起哈。我们这出数量啊，出包了五个呀，像个包子一样。是吗？你看看这是大包子吗？包叔不愧是姓包，在包包子这件事上的确还是有天分的哈。行，那个咱们再看看那个小妮儿的哈，有点十八个褶那意思是吧？对对对，小妮儿这包这个包子就跟她人一样，她不漂亮吗？是，也秀气是吧？我包这个包子像刘和刚似的。来看看奶奶的吧。嗯，奶奶这包子一看就好吃，还行，确实是。最后，我们隆重推出刚叔包的包子。这个更差一点，这汤仨是亲哥仨，一二三排过来的。对，这是一号选手。这一号选手，这是二号选手。你看，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爸爸包的这个，就是咱们店里面。这个可以买到的包子，鼓鼓的啊，这相当于统一标准。哎，每一个包子大概其都这么大是吧？这个基本上像哈不差五克。谢谢刚叔，谢谢包叔，谢谢小妮姐姐，还有我们的卢奶奶，谢谢。哈，得谢谢泽华，就是因为你的这个技能，让大家觉得特别的欢乐，啊！我就在想，就是你这个擀包子皮儿这神速，这个绝活，这个技能，是怎么练就的呢？是我四五岁的时候，我想给家里不干活，我爸爸不让，就给我了一团面和一个擀面杖。那时候我妈妈在擀皮，我就模仿着妈妈的手艺，然后就学会了。你是说你四五岁就开始接触擀皮儿了？嗯嗯，我的天哪，越说越神了哈！不会四五岁就是说真的就开始上店里去正式的帮您擀皮儿了吧？那个时候娃要上岸，但是咱不可能叫娃给啥帮忙，是吧？娃还小，就叫娃打扫卫生，这些杂活。那什么时候你老爸居然同意你到店里面？帮着擀皮儿了呢。我七岁的时候，我妈身体不是太好，擀不了太久，叫我歇歇。我那个时候我想上岸帮忙，他们都不让，然后我实在没办法，然后我哭，爸爸还把我把嗓子哭发炎了，才同意让我上岸。哦，就是爸妈也是觉得你太小，应该专心学习，就他们不忍心让你帮着干活，然后你就哭来着是吧？哭的爸爸没辙了，就让你说那个来，那你就试着帮一下忙吧。结果你现在就相当于成这个店里的小主力了，是不是啊？那你说说，你心疼爸爸心疼妈妈就去擀皮儿，你这个学习时间和这个擀皮儿时间你是怎么安排的？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擀皮儿啊？我早上6点半起床，擀面到7点半，然后去上学。下午回来的时候，我就在爸爸旁边写作业，然后有时间了帮爸爸妈妈打扫打扫卫生。那要是放假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多在店里干一会儿？对，我早上12点前就可以给爸爸帮忙，爸爸妈妈帮忙，一上午帮爸爸妈妈干活，这得加起来得有4-5个小时，是吧？哎呦，小伙儿挺不容易的，啊！我就看你在这擀皮，觉得特别带劲，就感觉你擀起皮来特别有动力。像你自己说的，这几个小时下来能擀上千个皮儿，你觉得你这个动力来自于什么呀？我就是心疼我妈，我想
多干一点，赶快一点，能让我妈妈省点劲儿。除了让我妈妈省点劲儿之外，我爸爸还能包快一点，包子早早出笼，然后他们还能早早休息。我这个娃，真的是来感恩的，他这个给我们这个能量补充，是真的很感谢这个娃。在这里呢，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小泽华，赵泽华小朋友在2019年被央视评为了最美孝心少年。我们掌声送给这个个子不高、瘦瘦小小，但是心怀大爱、充满孝心的赵泽华小朋友。因为我们有一个明星送喜的环节，有没有可能刚说在这个环节给我们这个小家庭送上来自嘉宾、来自观众由衷的祝福呢？此时此刻我愿意，希望这个家庭和全社会所有的家庭都能干、都能幸福快乐。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下面这个表演环节了，那就是小不爸爸说你给爸爸补充了能量，我觉得也给我们全场的人补充能量。央视把你评为最美孝心少年，你是当之无愧啊。这么小的年纪，这么小的个子，却内心却特别的强大，就因为心疼妈妈，妈妈有病，不想让妈妈那么劳累，所以自己就上来干活了。这个动力本身就是一种大爱，所以今天你就顶起了这个家，
你看爸爸说儿子的时候是多么自豪和骄傲，而你站在这个擀面杖前，站在案板前，那种自豪和潇洒也是说你内心的一种力量。所以我觉得你真的很了不起，我建议我们全场被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孝心少年，我的爱心加油送给你。谢谢。好了，宝贝，和爸爸一起收集你的爱心气球吧。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个福娃闪亮登场。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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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你们好，欢迎两位，先给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诸位看官，小女子郭怡秀，年方11，家住小孙子多会说话呀，我老觉得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欢迎欢迎，郭一秀小朋友，和你一起登场的这一位是谁呀？这是我的姥姥。姥姥好。文东姐姐好。大家好。听说咱今天要发报喜吗？嗯，今年我和姥姥做了一个评剧组合，姥姥喜欢评剧几十年了，从来没上过大舞台，趁这次机会呀，正好圆我俩一个舞台梦。哟，那这么说，姥姥是托这个小外孙女的福了，是吧？还不赶紧跟小外孙女先来一段亮亮相，亮亮嗓。谁呀？是吧？祝你声音越唱越洪亮，谢谢姥姥。愿你越长越漂亮，谢谢姥姥。胡奶奶啊，祝你健康长寿。胡老师，祝你全家幸福。谢谢。姥姥，哎呦，您这个工作做得够细致的哈。就为了助这个小外孙女一臂之力，是吧？刚刚你在前面唱的时候，你可看不见，姥姥跟我坐在后边，姥姥就给你这个劲儿打拍子哟。哎呦，就是特别希望小孙女能够表现得好一点，再好一点，再好一点，是不是啊？我鼓励我，你看看，能看得出来，这个姥姥就对这个小外孙女就特别自豪，是不是啊？那什么？那个包叔拿红包什么感觉呀？哎呀，幸福啊！哎呀，这姥姥叫的这亲呢，刚才您没听见？谢谢姥姥，谢谢
姥姥，太好了，猴哥好，喜欢。我从小就有一个小刀大家闺秀的一个梦，今天呢来到咱们非常六加一，你帮我也圆圆这个梦呗。啊，那这样，那我们请小妮姐姐上场，来自陕北的千金大小姐。哎，我出个主意，姥姥这得请您帮帮忙了，就是快速的帮助我们小妮姐姐入戏，行不行？没问题，小妮儿，咱们来跟奶奶唱一段给大家听一听。好，我说五姑娘啊，听人说您会报花名儿，您报个花名儿给我听听。姑娘，我今天不高兴。哟，这是怎么说的？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他一年四季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您要是不知道啊，我就说给你听听。哎呦，那可太好了！陕北千金小姐，姥姥就喜欢你。哥，还有红包给你。还给红包呢？我的天哪！婉彤姐姐，你也有红包？我也有红包了。这是我和姥姥精心挑选的剪纸书签儿，希望大家能喜欢。对呀。谢谢姥姥，谢谢小妮姐姐，谢谢大家。姥姥您太热情了，就在家姥姥是不是也这么一个热情的人啊？我姥是我的铁粉儿，只要跟我有关的她都特别上心。演出之前呀，还要给我熨服装，还要给我化妆，还要鼓励我呢。还有说，姥姥都不会眼珠的盯着我，部长最起劲的肯定是他。凡是教过我的老师啊，他都会特别感谢人家。评委老师要是表扬我，他心里可美了，比夸他自己还美呢。还真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啊，就喜爱评剧，爱好这口。那时候啊，我也有梦想。想上台呀，当个主角。后来有了郭一秀啊，我就心甘情愿的当配角。今天呀，您跟小外孙女，您俩人都是这舞台上闪亮的主角，大家说好不好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下面这个重要的表演环节了，那就是小不点大能。我说五姑娘啊，听人说您会报花名，您报个花名给我听听。今天姑娘不高兴。哟，这是怎么说的？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他一年四季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您要是真不知道啊，姑娘说给您听听。哎呦，那可太好了。乱骂听，花开四季皆应景，俱是天生地造成。乱骂骂呀，好怎么？
唱腔顺畅，韵味十足，这绝对是得益于姥姥的评剧的启蒙和培养。实际上我们这个舞台上姥姥做这个助演嘉宾的还真不多，我祝愿这个组合啊越来越好，我把我的爱心气球送给姥姥和孩子。谢谢，祝福姥姥健康长寿，祝福我们的小外孙女儿学习一天比一天好，评剧唱的一天比一天好，加油！好了，宝贝，和姥姥一起收集你的爱心气球吧。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妮儿。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非常六加一小不点大能耐之新春特辑·福娃报喜》。现在，让我们欢迎福娃们再一次登场。成长，也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有更大的收获。